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林在培。台湾的戏剧史上大概是第一部这样的政治剧，这个扯到现代社会的这种政治剧是第一次，我觉得对我来讲也是一个非常难得的机会，对观众朋友来说也是可以不同的感受。我们的目的是希望观众朋友能够了解这么样的高高在上的这些政治人物，其实他们也不是神，他们也不是怪物， 更不是超人，他就是跟你我一样活生生的人。我们这个戏拍得非常非常的用心，每一句台词都在现场重新再 re-播， 就是也希望找到最合适最合适的台词来表达出来。他很随意的随性的一句话可能就代表很多含义。也非常感谢各位对这样的这一类的剧的这样的这种支持与爱护，希望各位持续的给我们鼓励，给我们加油，谢谢。